预料到前面两组会 如此之嗨，大家是否有嗨？是否？是否看过我的是否的影片？是否？有。我问你是否？有。硬要讲有。好了，就是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，最近那个影片还蛮多的，因为专辑要发行关系。那个大家可能看过有一个影片叫《是否歌》这样，然后。就有人来，就来小白兔，就是对，就来逼问我这样，问我一些问题，然后就搞到我很火大这样子的影片。是笑场吗？啊？对啊，就因为很白痴啊。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？其实我是想要讲说，因为刚刚前面两位哦，他们都在台上已经帮我讲了很多，就有关于我专辑的事情这样。然后你知道，今天又喝了一点小酒，然后灯光美，气氛佳，人又……啊？没有，我很快就要讲完，就是反正就是在一个，等一下，没有关系啊，就是在一个，对，你知道，就这样气氛下，然后现在又流了一点汗，因为很热，就灯光很热这样，所以就是。在他们在讲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有很多的，就是一些想法就会浮现。我想到我，第一次来高雄表演，然后第一次进来水星，然后跟大家喝酒，然后那时候跟大家都不熟，就是跟阿昌啊什么的，就是跟大家不熟。然后我又很害羞，就我不是那种会主动去跟别人交朋友的人，这样就其实就看起来好像脸很臭，可是其实我心里就很澎湃，想说啊怎么办之类的，就是在这种状态下，然后就是跟大家喝酒，然后玩开，然后在那边玩那个俄罗斯转盘这样，玩那个左轮手枪啊，对，左轮手枪超恐怖的，那明明没有子弹，就只是火药，然后大家就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就一直尖叫这样，就要这样要朝自己开枪，反正很疯狂的游戏，对，然后从那时候就慢慢的。跟高雄的大家混熟，然后又开始一直在高雄表演大港啊，啦啦啦啦，然后之前还来过水星，对，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然后到现在终于这张专辑发行了，那就是真的很感谢高雄的各位，感谢水星，感谢所有人。就是我不知道，我每次来高雄都觉得这热情是台北感受不到，真的，所以就真的很谢谢你们。好。哎，你真的很会吹口哨哎！我从刚刚注意到这件事，超强的。我超不会吹的，我就是吹。反正就是啊，就对，心里很多那个很多情绪。那希望大家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记得我7月8号发片了。然后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创作，我的歌，我的很用心、很用心的编曲，跟很用心、很用心的。做所有的事情，拍照 MV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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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很多很多事，真的花了所有人，包括身边的朋友，甚至是就是那些在帮我推的朋友吴志宁、杨大正之类的，就是每个人都很关心这件事情，就是让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件很大的事，这不是我个人的事，这是一件很大的事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好吗？好，好，谢谢。那我接下来要唱这首歌叫做《独立日》，然后呢，哦，还有一个旧的名字叫《家的方向》，也许有些人听过，反正它现在叫《独立日》。那这首歌是在专辑里面是那个风赖坊跟我一起合作，那他们当天也会来表演哦，7月8号。就这样。啊，哦，遇到袋子姐姐的粉丝了，那还不来看？好，我要唱了，来了。知道。
上来，打在肩上是你的手腕，紧紧地靠在一起，一个又一个，就不会跌倒。海鸥在天上飞，微风在耳边吹，山在背后围绕，人们在前方跑。谢谢。